的。一只只九零八十三个咧，唔系先讲一百呢。去过黄竹坑嗰度，一只只九零，咁咪嗰堆小姐姐咧，就喺机场嗰度咩和你飞啊嘛，即系向嗰堆出入，唔系。即係飛香，即係去到呢、這個去到香港嘅嗰啲旅客咧，就 show 呢、這個嗰張圖咯，關於蛇霸玩啦，咩警察玩啦，多一句以前嘅機場啊，咪可以入去嘅，但係後屘冇耐咧，成個機場就有呢個臨時禁制嚟，跟住雖然話依家。臨時禁制冇咗啊！但係如果你入咗機場咧，你一定要即係經過啲嗰啲檢查，即係唔可以貿然進入咯。諗翻起我屋企人嗰陣，同姑姐啊、嫲嫲嗰班人咧就去咗日本玩，我哋只可以喺門口度送佢哋。啱、啊、好我屋企人就嗰年就畢咗業，大學啊，公開大學。依家嗰個關於公開大學嗰個手冊仲喺度，即係邊個即係邊一個學士攞獎都係有，唔係應該係邊一科畢業嘅都仲有仲喺度咯。呢、這個你唔好抌呢樣。就話 BL3 嘅國，但係咧要裝好多嘢，即係 AI 啊 ，BL3 嘅 AI 啊，即係你成日都講啊，話 BL3 呢只 game 就係咁多隻 game 裏咁多隻 game， 即係同 BF3 嚟講啊，係咁多隻 BF 裏邊最好玩嘅一隻。唔係你話打你話打你話一隻 BF 最緊要咩咧？佢嗰啲細節啦，即係話一個是 BF2 嗰啲細節冇乜係好正常，因為嗰陣嘅嗰啲前員工係冇咁發達嘅。後屘 BL3 喂 BC 之後嘅一個人強，或者有種感覺咧，就係你嗰個環境好似真係喺嗰個地方一樣，真係咩啊？坑啊，或者嗰堆鎮央啊，嗰啲地圖咧，好似真係喺嗰個現場。有啲人透露咗之後嗰個延四更新啦，咪四新四日八月尾，又就會新增咗呢個 Space 12嗰把散彈嘅 AN94 啊、AUG 之類。嘅都曝光咗少少新地圖嘅樣子，但係咧望落去個地圖好似好細規模，有一種講話就好似步兵嘅地圖。但係我諗緊，喂，你都我望到張地圖咁細，係咪又係64咧？如果又係64嘅話，即係正同我之前講一樣，你呢兩個 season 都冇更新過，更新咗個聖王。即係我哋唔識其他新地圖，因為呢兩地係冇落，係冇128嘅。有冇諗過點解冇乜人玩128？喂，點解冇乜人玩64啊？但係有個講法就係因為六啊，即係成日講過，因為64晶部嘅出現咧，128晶部係冇乜限時，係已經冇人玩嘅。有個講法就係 DICE 204嘅招牌逐漸消失，又或者已經冇咗。你唔記得咗啊？
隻 game 開頭嘅主打八廿八，跟住啲人就預購。但係依家你冇，但係依家你死都唔出一八廿八喎。喂，咁我點可以話當呢個 Season 6嘅 beta 出咗之後，應該有啲人就發現到，喂，嗰張新地圖又冇一八廿八喎，跟住之後話 EA 嘅貓又死了咁樣。唔係講笑，我話好中意玩一八廿八，你唔好逼我玩六十四，唔逼得㗎呢啲。果然是，唉，就係正確啲嚟講，我應該玩三場小圓點，即係開頭小圓點，俄羅斯嗰邊，不過我玩咗最左先，係輸到貼地，不過我手唔麻嘅。第二彎又話小圓點，不過又係俾人壓加對面對。可能嗰彎係我哋俄羅斯俾人壓加，到到嗰彎係美國俾人壓加，跟住第三彎，屌我真係想爆粗，又係小圓點，不過最終就唔玩。玩過先啦，最尾嗰彎原本想玩埋佢，點知因為兩邊有 cheater， 兼且嗰彎又係輸完點嚟。其實咪真係好撚中意玩輸完點。征服裏邊咧，最唔想玩就係輸完點，因為好簡單，輸完點因為地圖勁細，兼且咧你揸車冇位走。如果你話講翻一個真正嘅人話，就係咩意思咧？Season 3呢個更新或者出嗰張地圖，就已經係成個二零四更新裏面最輝煌嘅一次。跟住之後 ，CN 4或者之後咧係越嚟越弱智嘅。你話有新專家嗰啲唔理啦，嗰張地圖根本就唔知點玩。啲有個講法，喂，點解行邊都死嘅喂？同埋咧，佢兩邊嘅比例又唔一樣。揸車又唔知點行，你通常見到啲地方啲車永遠都係喺 cam 嗰度，我都係。跟住 season five 仲犀利啊！你嗰度講過啦，冇一百廿八，跟住就唔使評論 ，no comment。私隱識又唔知啊，只不過係早期個揾到一堆隻資料，跟住兩個揣測嘅啫。下一隻 BF 咪下年年尾出咯。今朝啊，出面落緊大雨，兼且限雷。上日 WhatsApp 我咧，佢就 WhatsApp 揾一個人叫做李 Sir， 通常望個樣一睇就知係嗰堆體育嘅教練啦，或者啲咩啦，就話喂，即係我之前同個細姨講話，我翻啲想翻體育嗰啲嘢，跟然之後喂，如果佢即係我啊願意嘅話，就歡迎 WhatsApp 我出嚟飲個茶傾個偈，講一講。你嗰個運動進度咯，跟住就適唔適，即係話唔理你咩學歷，即係我只有基礎，即係知係架構基本嘅 DSE 五條二點解？你咩學歷都好啦，翻工都係學歷。聽日咧
咁係啦，嗰個何你咧，聽日要去 Ivy 嗰度核實啲資料。你都有講過啊，攞 Ivy 成績出嚟應該搞掂，唔應該攞埋 DSE 啩。因為我當你都講過，當我攞 Ivy 嘅成績，代表我 DSE 炒咗 ，DSE 炒之後冇人直接讀高級噶嘛，要讀基礎、銜接水、高級，再銜接水學士，即係大學。所以話咧，唔知應該只可以立呢個基礎，因為我見到佢嗰個位斜線啦 ，DSE 又或者 A level 嘅成績表，甚至係呢個 CE 或者基礎，所以我攞基礎算數。